干几十年了，就是那不就完了？请要点凳，凳出来的这个掌，每天都在请你。我的妈，这也是是吧？绝活！哎，一般他不懂，他不懂的。一旦是老老汤，越老越好，越老越好，越老越好，他不处理不好吧？不处理不好也不行，给、处理不好了也不行。哦，这个全部要个倒掉，倒掉不要，不要！我的妈呀！这就是，这是经验，这是经验，这经验。大师傅，你干多少年了？干30年了。啊、哦，30年了，老师傅，老技术，老口味。对，你们家是临泉量最大的，一天拿的最高分卖过1000多斤卤菜的，还得了？把上面这些东西全部都配干净。全部都搞配干净。哦，你不搞干净，它这种你就是糊它好多的肉末，它容易糊底。哦，糊底。哦，他们不懂的就这样，天也不请我。他所以他有。请我的卤涮肉就是不好吃。对，不好吃，他还有股怪味，对吧？对。这算是专家的。是的，就是在干净讲究。对，把我的质量放在第一位，为什么放在第一位？哦。我的妈，这我搞这么多都要个倒掉。我们都瞪他吗？瞪每天都在瞪。这个我还每天烫那个挂料。挂料。我要清，全部要清。全部清。全部要清掉。我们干三十年了，每天都按部就班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味道好，口感好，最重要的。清澈透底，卤出来菜才好吃。卤的入味。对。这才叫老汤，要必须要清澈，跟那扬州那个卤老鹅一样的清澈汤才好吃。对。你看老汤全部要倒掉这个片的渣子。清水沟的。好，这个老汤下去。一个叫老汤。老汤下去。锅中。老汤。这个汤你看一下。对，你看清澈，这个汤清澈。叫汤调的好，才能卤出来好肉。对。是吧？汤调的不好。你就卤出来好肉，对，但就不好吃，口感不行。对，这样卤肉都吃留香。对，我们是回味，你家这个有口感好，回味。这人吃了还要吃的感觉。对。是新院出口，所以食材好。处理好干净。对，处理干净。准备下锅。下锅。要冷水下，不是热。对，冷水。这个比较有讲究的，冷水下，这个卤味才能煮到味。哦，冷水下。全部新鲜出的。好。我们选这个食材比较讲究，不是新鲜的，我们应该不用。你还是这一盆今天都能卖掉吗？卖掉，中午就要卖掉。中午就卖掉。下午还有。下午还有。我们这个新鲜食材。我们卖着放心，叫消费者吃着放心。对。看看这个卤肉汤马上要出锅哦，这大肠扣皮，最爱。这是今天全部卖完。对，上周顾客排队买。猪头肉，还要啥？那个鸡爪子。这鸡爪多少钱斤呢？鸡爪18。18块钱。别那些少啊，现在人做生意的不讲，舌头不好听，都叫赚头。赚钱。赚啊。其实口舌头。对了，我们都讲口条，你讲赚头，我开始没听懂，我要这么讲赚头。地方方言，赚头。猪头肉，20块钱。现在卖的差不多了吧？卖差不多了。猪头肉。食堂玩喝酒。完，咱溜一会儿，溜点。好，再来个猪蹄子，千里找。25当不了诱惑，猪头
还没买到先干一块。我的比你那肥啊。刚从肉货。肉货。